子宏呢，在我们二军的比赛呢，目前是我们的全垒打王嘛，哦，对，那子宏呢，今天呢，在我们一军的比赛，那终于开轰了，是不是跟我们现场球朋友先谈一下打出全垒打的心情？哎，打出全垒打的心情就是，打出那一刻就完全释放，就完全释放了，是不是？就很兴奋这样。很兴奋就 OK， 来，现场球朋友先给我们陈子宏一个掌声鼓励好吗？好，那当然，好像想要问一下子宏哦，对，那打出了生涯的第一次全垒打，那我想这颗球啊，应该也蛮有意义的。子宏这边有没有想要送给谁这样子？当然就是放在家里放着。放在家里是不是？哦、oh, ，OK， 好，那当然了，可以打出全垒打一军的全垒打，那当然有一就有二，我们当然未来希望有更多的机会看到子宏打更多全垒打。那当然，接下来我们下一个问题想要问子宏的是，那我们知道。